以为甩下一句会有人回心转意，或是彻底放弃死心，好过等待宣判的恐惧。一千零七十五天的点滴，难免计算着生命的几分聚集，清醒后的感性在理性面前尴尬一地，似乎猜中没结果又不肯认命，指手画脚的好意偷偷失掉的关系，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，无力让这段快进，但我需要一条捷径，别用多少时间爱，再用多少时间忘记。以为甩下一句会有人回心转意，而或是彻底放弃死心，好过等待宣判的恐惧。一千零七十五天的点滴，难免计算着生命的几番聚集，清醒后的感性在理性面前尴尬一地，似乎猜中了结果又不肯认命，指手画脚的好意偷偷失掉的关系，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，无力让这段快进，但我需要一条捷径，多少时间爱，再用多少时间忘记。吗？到您的采访时间了哦。好的。